口琴和吉他是两种很常见的乐器，可能你都会玩过的，但你又有没有试过用它们来合奏一曲呢？今天的嘉宾梁成熙和雷锋日在中学时期因为音乐成为朋友，以各自擅长的口琴和吉他组队演奏古典音乐。他们周围去表演、去比赛、去 busking， 因为他们深信这两种乐器营造出来的那种独特音色可以帮人放松减压，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一股清新舒服的气息。梁成熙 Kelvin 是本地半音阶口琴手，2013年在德国特鲁申根世界口琴节获得成人组独奏以及大合奏冠军。梁成熙近年活跃于各类演出，还在2016和2017年首尔国际口琴节获邀做大会评审，成为最年轻的评判之一。他的拍档雷锋日 Aaron 是本地古典吉他手，自小学习小提琴、电吉他、钢琴等多种乐器。 Aaron 特别钟情用木吉他演奏古典乐曲，对音乐的热爱驱使他在香港大学辅修音乐。Hello， 歡迎你哋啦！我哋在座三位咧咁啱都係同一間中學嗰度出嚟嘅，我哋都係英皇書院出身啦。不如講下咧，你哋兩位嗰陣時係點樣認識嘅？我哋其實係高中三年都係同班同學嚟嘅。其實佢唔係坐我嗰個附近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學校就比較即係自由啲啦，你都知啦，即係咁可能轉堂嘅時候咧，阿雷鋒日咧就成日攞支吉他咧拎出嚟咧，即係彈啲唔同嘅歌，咁就好熱鬧嘅成個課室，即係就話啊，不如我哋一齊玩啲流行曲啦，即係我吹口琴，你彈吉他咁樣，所以咁樣就混熟咗咯。咁 Kelvin 就係中學時期開始接觸口琴啦。有冇話幾時係你立志真正想成為一位全職嘅音樂家？我本身就修讀呢一個工商管理嘅，我有一個暑假咧就去咗即係一間機構度做 intern 啦，即係做嗰啲實習生咁樣啦。去到咧咁就每日咧就朝早八點半就翻到個寫字樓度對住個電腦啦，咁佢有個 Excel 表啦，就要讀一啲即係
唔係你自己嘅數落去啦，即係唔知係咩數嚟啦，都咁我都冇乜印象啦。咁但係咧篤完之後咧，可能篤完三分鐘你 send 咗個 email 出去，咁樣撳咗個 email 出去，你個電話就響。咁你攞翻你電話，你仲把好乖嘅聲就喂咁樣啊，聽到老細之後佢話你邊行做錯咗喎，你唔知少咗個乜嘢喎。咁之後又收翻個電話，又要再做過。咁即係日復日咁樣過咗成個暑假咁啦，就會覺得又冇得出去見下個太陽，你每日收工又太陽落山啦，即係好似好鬱悶咁樣。即係呢個環境，我就真係我諗會唔會係要咁樣對住呢個環境三十年咧？咁之後就喺度諗翻起，其實自己做得最信心嘅就係吹口琴啦。咁所以就決定啊，有冇可能用口琴呢樣嘢而變成我第日嘅職業咁樣？咁 Aaron 咧 ，Aaron 係咪都有份全職嘅？係，其實我嘅全職咧就唔係太音樂相關，我係一個全職嘅小學老師啦。咁我教嘅科目其實係英文，再教幾班音樂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喺小學教音樂就唔多會同吉他有關係，始終主要樂器都係以鋼琴為主。但係唯獨每一日翻屋企最開心嘅嘢，反而就係嗰種練琴嘅時間，自己閂埋門啊，跟住閂曬燈，我好中意黑麻麻咁樣去練吉他，自己感受身上嗰一支吉他嘅聲音啊，你乜都睇唔到，你係全個精神都係放喺個聲音上邊。2019年你就開始教啦，其實點解會開始呢一個咁樣嘅組合？嗰陣時我有個演出係即係個人嘅獨奏音樂會嚟嘅，咁喺大館啦。咁我諗咗好耐，因為我成個中學嘅時期去到大學嗰段時間，之前都係同鋼琴合作會比較多啲啦。咁其實我都一路想探索一下口琴同埋其他即係樂器夾出嚟嘅聲音會係點啦。我記得嗰陣時聽咗一隻唱片咧，就係呢一個 Tommy Riley 咧嘅一隻唱片，咁佢就係用口琴同埋用呢個豎琴嘅一個咁嘅合奏嘅形式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就聽完呢一款音色咧，就覺得哇，其實聽完好柔和喎。呢一個口琴係一個高音少少嘅樂器啦，然後豎琴嘅聲音亦都係啲撥弦類嘅聲音咧，就好柔和，咁我就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我就喺度諗啦，哇，其實好似喺香港要揾一個豎琴去合作就唔係太容易啦。咁嗰陣時又趕住要音樂會，咁就諗啊，有冇人彈古典吉他咧？即係我啲聲音都類近啊嘛。咁我就即刻諗起雷鋒日，咁佢又同我講話啊，係啊，我依家轉彈緊古典吉他，我就揾咗佢去合作。而我哋第一隻合作嘅作品，當時演出嘅就係皮亞蘇拉嘅作品。咁我哋咧一陣咧就再聽你哋嘅作品啦，而家咧就睇下你哋係咪音樂以外都咁夾啦，我哋嚟個快問快答啦。好啊。戰爭片定科幻片？科幻片。戰爭片。出去玩定宅喺屋企啊？宅喺屋企。出去玩。獨奏定多人合奏？多人合奏。獨奏。點解咧？中意大家一齊分擔一個舞台嘅感覺，自己控制曬所有嘢。打機定打波？打機。打波。點解？唔識打波。打機好渣。女朋友定音樂？女朋友。女朋友。點解咧？女朋友帶我入呢個吉他世界嘅，因為我唔想死。你哋兩位咧點睇對方咧？咁啊，我覺得一個比較啦，我自己係一個好保守嘅人嘅，我好多時都唔夠膽去冒險去揀一啲嘢啦。但係相對上，梁盛熙就比較一個好肯去嘗試啊，或者做一啲比較對我嚟講，哇嗰樣嘢好危險喎，我會驚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去做咯。我性格係比較可能衝動少少嘅，佢咧就俾我感覺咧，佢係嗰啲即係冷靜型嚟嘅。如果我同佢去合作嘅時候，其實佢都會補完翻一啲我嘅不足咯。有冇話邊個決定啊？我幾時去練習？幾時係揀咩歌啊？咁我哋揀歌咧都其實係比較上係有互相嘅，係咯，互相有啲 choice。可能大家有時就係佢睇到或者聽到一首歌，咁佢就會俾我睇下或者俾我聽下。始終呢個組合嚟講咧，其實唔常見嘅一啲咁樣嘅樂譜，好多時都要我哋自己編翻譜啦。咁所以就變咗
揀歌方面真的可以按我哋自己個人喜好。誒、我中意呢個，你覺得可唔可以喺你個手？要吹唔吹到？彈唔到啊！咁、我知 Kelvin 咧都有夾另一隊嘅樂團啦，就係 Red Bricks 啊。咁啊，同 Aaron 夾同 Red Bricks 夾嗰個感覺有冇好唔同咧？我絕對係好唔同嘅，即係 Red Bricks 咧，我講一講個背景啦。我哋就係有五個成員啦，咁全部都係吹口琴嘅，吹唔同種類嘅口琴啦。咁其實呢一個類型嘅組合咧，就比較上似係一個傳統少少嘅口琴合奏嘅組合咁樣啦。咁其實香港就唔多呢啲組合，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即係將呢一件事喺香港度即係發揚光大啊，即係或者保存翻口琴重奏嘅呢個傳統喺呢個城市入邊咁樣啦。咁但係同阿 Aaron 咧夾咧個分別就係我可以選擇一啲其實可能係深奧少少啊古典音樂啊可以擺多啲自己嘅感情落去啊嘅一啲作品咧就會玩起上嚟咧係另一個心情咁樣咯。咁啊嚟緊你哋會演奏一首樂曲咧，又係皮亞蘇拉嘅作品，不如又同我哋介紹一下。原本呢首樂曲咧係寫俾呢個手風琴嘅，咁手風琴同口琴咧其實佢係嚟自同一個家庭啦，都係一個簧片類嘅樂器啦。咁手風琴咧佢係一次佢可能拉佢嗰個琴拉出嚟或者收翻埋去咧，佢其實一次咧係有兩塊簧片同時間喺度震動緊啦。咁所以佢個聲音咧聽起上嚟就會厚啲嘅、實淨啲嘅，用口琴去即係演奏啦，就會特別去模仿翻手風琴嗰個音色，咁所以我就會特登去一次吹響兩塊簧片啦，一個高一個低嘅，做一個八度嘅一個效果啦，去模仿翻嗰個聲音。咁其實呢一款嘅音色咧，亦都係令到我對口琴好著迷其中一個原因。
Cheers, cheers. 今天就特登準備了咖啡給兩位，因為你們有個 idea 跟咖啡和音樂是有關係的。是，我們想過一下一個叫做 Coffee Time Music 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們覺得，我們自己這麼啱就有玩咖啡，喜歡咖啡的同事就是說，會不會喝著咖啡或者沖著咖啡的幾分鐘有些背景音樂去襯托一下又好呢，甚至我們會覺得，我們選擇的音樂裡面其實都是一些比較短篇的音樂，這麼啱就符合可能沖一杯咖啡或者嘆一杯咖啡的時間。因為我自己覺得其實即沖咖啡和玩音樂是很有關係，即好像譬如你沖著一杯咖啡，你的温度啊、個時間啊，嗰啲唔同嘅方法咧，都好似我哋演奏音樂嘅時候啊，加啲唔同嘅技巧或者加啲唔同嘅感情，改變一啲好細微嘅東西咧，都會令成個樂曲咧有好微妙嘅變化。咁所以其實呢兩者咧，我自己喺做嘅同時咧，都會揾到佢哋當中嘅一啲共通點咁樣。你哋本身係咪好中意咖啡？其實是他開始接觸先有呢樣嘢，係我後期才開始 去接觸咖啡呢樣嘢嘅。咁因為他大學的時間應該是在個咖啡店度打工，打工。咁我自己就一開始都是因為咖啡原因去那度啦，因為其實那間鋪頭有做其他食品啦。咁但是我自己覺得咖啡香味對我嚟講吸引啦。咁但係其實自己又不係好飲得喎。所以接觸底下咧，即係會發現，原來手沖咖啡咧，係有唔知點解飲落去冇咁易手震啊，跟住慢慢就發現，咦，嚟到玩咖啡喎，跟住就上網一齊睇，這個器材最近新啊，咁啊成日都會同佢討論呢一樣嘢。係咯，即係成日我屋企買埋曬嗰啲嘢咧，全部有一半以上都係佢叫我買，佢下次嚟練琴，即係就會見到係出現咗喺我屋企個櫃嗰度咁樣。咁除咗咖啡音樂呢個 crossover 之外咧，近排有冇咩新嘗試係試緊嘅？我哋嚟緊會有一場音樂會，就係同另外兩位音樂人去合作啦。一個咧就係頭先我講過拉手風琴嘅一個音樂人啦，佢係嚟自阿根廷嘅。咁另外一個本地嘅鋼琴手啦。咁我哋會組成一個四重奏，去演奏一啲探戈嘅作品咯。咁就係將嗰個我哋嘅涉獵嘅範圍，就真係去嘗試了解一下阿根廷嘅傳統嘅探戈音樂係點啦。今天你們帶來的最後一首曲目就是一首民謠，跟我們的咖啡一樣都是可以令人很放鬆，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呢？這首歌叫做 Skyboat Song， 是一隻蘇格蘭的民謠。曾經我們演奏這隻樂曲的時候，就有人跟我們說舒服到差不多想睡著，因為我們聽完之後就沒有覺得 很奇怪的，反而覺得nice，人家聽我們的音樂舒服到想睡著，其實是一個讚美來的，我自己覺得。那這首歌也都是即係嗰個節奏係比較上好似坐緊喺架船度搖下搖下咁樣，其實好不自覺咧都會係有啲睡意嘅，亦都可以令到人哋好舒緩到佢哋嘅壓力咁樣咯。唔該曬，今日好多謝梁盛熙同埋雷鋒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心得，大家一齊飲住咖啡聽佢哋嘅演奏啦。
Thank you.